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周深确实很强，不过我觉得用很强这个词还不够，他不是靠很强来征服人心的，他是靠音乐来感化人心的。我更喜欢用独一无二、出彩这些个词来形容。假如作为路人光听他演唱呢，我也是觉得这样的音乐人一定会有实力跻身于世界一流音乐家的。但作为一个生命，我深深的明白，这个男孩只是想要一心好好的留在舞台上唱歌，所以在发现这个答案挺多人赞之后呢，改了几句内容，没忍心给他立 flag。 因为孩子太好了，太细腻又太坚强了，只希望孩子开心就好，他一定会被全世界喜欢的，因为人都仰慕强者。他现在已经是声乐界的强者了，而且以他的进步速度，过十年怎么样想想都恐怖呢。像换以前我会说被全世界接受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要有勇气跟野心，毕竟实力摆在那里。我觉得很多人没能发现他是因为之前他的知名度不够，很多作品也小众，而现在经过春晚的舞台和几个大流量综艺打开了群众的视野。演唱是二次创作，也很重要的。周深的二次创作呢，也确实是有化平凡为锦绣的力量。不过这里说的创作，主要指的还是作曲，还是应该分开来谈的。毕竟一个是理论专业，一个是表演专业，差异还是蛮大的。所谓的歌曲创作，就是从创意、作曲、作词、演唱一系列的行为组成的，也是一首歌曲完整的创作过程。演唱是创作过程的终端，属于创作过程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关键的一部分。我是觉得，除了嗓音以外，周深最喜欢的就是对歌词的处理太细腻了，而且语言上也很有天赋，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创作能力呢，他肯定会有。有一次采访他说过，写歌很容易，歌词不容易。问题是现在一堆人要求歌手就必须要唱作，我就唱作呢只是歌手的一种选择嘛，一定要说的高贵一些。按照周深的这种艺术水平和天赋的话，音乐各个阶段应该已经是融会贯通了。周深真想要个所谓的创作歌手的名声的话，类似于抖音上很多的那种俗到家的音乐作品，估计一晚上能够写个十首八首的。从他自己改编和翻译的一些音乐作品上看，我认为他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但写一堆的口水歌就为了博个创作歌手的名声，对现在的周深来说又是有害而无益的。所以还是希望周深专注于演唱更好，创作这东西呢可遇而不可求，没准哪天灵感来了，突然写出一首传世之作也未可知呢。创作型呢也是有枯竭期的。就创作来讲的话，玛丽亚凯莉真的是鬼才创作，20分钟写出了养老保险，但是即使这样呢也会有创作的瓶颈。这对这一点来说的话，我认为在于用好现代唱片工艺。其实呢，唱片工业可以集合比较优质的原创作品，歌手如果个人吸收感悟能力很强，完全是可以做到不断的与新作品碰出火花，在嗓音稳定的基础之上不断的突破，尝试各种风格，直到稳定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并且在大量优曲的熏陶之下，歌手更加容易领悟自己想走的路线，慢慢的就会推陈出新，在专辑当中自己去创作了。而且很多人把创作这个词儿缩小了，写歌不是创作的全部，现场表演、演绎、音乐短剧都是创作的过程。如果只是写歌，未来人工 AI 完全可以胜任编曲的工作。最后呢，我很反感所谓的创作人才有艺术人格，我个人认为其中有很大的水分。比如欧美的 Billy、 Taylor SwiftSale 等，他们作品和人格往往是有差距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一堆哲学家他们写的是美好的道德至理名言，但他们自己做人的时候往往是人品极差的，这算不算是人设崩塌呢？而且所谓的音乐人格只是少数真正热爱音乐、爱唱歌、领悟、热爱生活与音乐意义的人才会有的，并不是简简单单写歌创作传唱度高就是人格，这种不叫做人格，叫做音乐人设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